来到本港布袋戏团是中心，想要找布袋戏大师黄世志，连连雄雄认不出来，因为原本老邓头长的黄大师把他毛剪掉了，这次剪就剪到金甲头，造型完全不同款。哎，有这么大的改变，原来只是突然来灵感。我们那天去拜，哎呦，觉得这个今天就感觉突然间今天日子不错，然后就去找这个剪头发的这个师傅哈，就帮我们剪。那起初去剪也是有女生，有那个理发师，她是女生嘛。然后看到我是男生，他因为我头发又留那么长，他说他不太敢剪，因为他说哈，他有时候女生啊，就是什么那个生理期来什么，就是不干净什么，他就后来就找男生来剪，男生的师傅帮我们设计，结果就把这个发型就把它弄出来了。和过去比较，黄世志戴头簪的造型看起来更加亲切。不过在戴头簪，黄世志是留了七年，这七年中间也唔啊修剪，只啊剪掉，唔啊周围朋友插一条，连黄世志家己也未习惯。对，七年的头发啊，剪下去会不太习惯了，会就觉得有时候还是头发会去想要去做它的，我会去梳妆一下，去做什么的。那现在有没有比较方便？现在有比较方便的，你看就是感觉有留头发跟没有留头发，哎，就是头发留长跟现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会舍不得是会，可是还是他又不是说要去就去就丢掉还是什么的，就在都在你的身边，只是没有跟在都没有天天跟你在一起。真无简单，只老邓的头毛，黄世志周围朋友也拢纷纷出主意，建议用来做布袋戏红爱头章。也会想要这样去，会去考虑。不过有人说，这个很有灵性的头发，你去把它说这个要做头发，会不会说会造成什么灵异事件什么？我说应该是不会啦。不过我曾经有想说哦，这个可以把它变成是我们那个布袋戏里面，就是我们的布袋戏爆马仔。哦，他刚好可以绑辫子。布袋戏大师黄世志以用长头发的打扮，让人留下真深的印象。现在也因为改换造型，再度引起话题。记者李嘉山，差不多。